平台上端的电脑艺术跟应用研究中心成立典礼是今天上午10点钟举行的，由校长包德明主持，由郭继跟零二剪彩。平台上端拥有全国最新型的电脑24部，包括中央处理机、复印机、列表机、分类机各1部，以及17部制卡机跟一些个验卡机，将可以作为各种应用实验、跟企业管理、银行、保险、会计统计、跟国际贸易统计等教学用。